来自中国吉林的16岁女孩唐鹤参加 Elite 世界模特大赛，获赞万年一遇的东方美人。一起来看看这位女孩的长相吧。唐鹤来自吉林省白山市，出生于2000年，天秤座，身高178公分，五官极具亚洲人的特点，单眼皮、长眼睛、圆鼻头、厚嘴唇，鼻梁不高，嘴唇上翘。唐鹤的五官突出，脸盘很小，身材细长，被认为干净质朴，举手投足都有一股东方的知性美。他的五官的搭配凌厉，不失可爱，更显得与众不同。次年，唐鹤从 Elite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区选拔赛中脱颖而出，入围全球总决赛，被吹捧为万年一遇的东方美人。只能说，外国人的审美真的跟中国人有很大的差距。